我是大基，这是 Remix。中华民国是不能拿国旗的国家，台湾人民问国民党用海带全决定回来的秘书长爱心绝多普通，他的兄弟是爱的蓝丝秋衣，这硬坏的毛浪刮掉，老二烂掉，膝盖烂掉，鼻子长脱掉，女主角又没脱掉，所以这广告片人得了不了，大家把屁股翘高，谢谢指教。